主料鸡蛋6个低筋面粉160克辅料白糖160克柠檬皮柠檬汁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制作时间1到2小时备齐材料分离鸡蛋蛋白先打出泡再分次加白糖打发打至蛋白发泡后再分次加入蛋黄准备柠檬淘好柠檬皮在蛋液中加入柠檬皮加入柠檬汁拌均匀再分次过筛面粉至蛋糊里拌至无干粉倒入烤模入预热好的烤箱上165度下150度烤20分钟可在上面撒点适量芝麻出炉了脱模烹饪技巧烤模里最好是铺上纸托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